看着也太好吃了吧！想吃什么呀？王爷，臣妾看到有一个民间的美食节，所以有点好奇。只是好奇啊？你想去的话，本王陪你去就是了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可得精心打扮一番，才能配得上我们王爷的非凡气质。那得费多大劲呢？果然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还说什么喜欢我？呸呸呸！朱宣文，你怎么就改不了你这嘴欠的毛病啊？开怀。其实吧，虽然你的相貌平平，但只要稍作打扮的话，也还是勉强能入眼的。嗯，稍作打扮，难道要我投其所好？想得美！谢谢王爷的夸奖。那王爷希望臣妾怎么稍作打扮呢？哎，你看啊，你就像是一碗白粥一样，怎么能跟红烧肉比呢？像你这种清汤寡水的身材跟容貌，你就永远学不了那种婀娜多姿、千娇百媚的那种状态，做自己就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说什么婀娜多姿、千娇百媚，不就是喜欢大胸大屁股吗？平胸怎么了？不平胸何以平天下呀？我今天还就不信